可以跳着舞跳到大盘中都融化，兴奋的在无限转圈里面，甚至不害怕有没有明天，我们梦奔在脚下。大家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布巾就是我们这个绑萌的 MV 最后的一个场景了。那导演非常的厉害，把整个地方建成一个舞水池。导演的意思说，就让我们就活得很自在，因为在梦境里面呢，就是那么开心，那么的纯粹，那么的奔放，就做自己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场景呢，就完成我们最后的一段。几点钟啊？差不多两点了吧？三点啊 ！Oh my god！ 拍的时候是一点了，但是我九点钟开始化妆、弄头发，蛮想跟他们跳进水里一样，就是觉得整个人都是好多汗。等一下回家，就是立刻就把那个衣服都脱光光，然后就洗澡。除了我自己的付出的努力，我觉得我旁边所有的舞者啊，我的制作团队啊都很用心，每一个小细节都想得好好，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 MV，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再一次感觉悲哀。